今天呢，我们就跑来阿邦干的 office 搞交哈，因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阿邦干其实有很多辆车，他有这个 S50 啊 H70， 可是为什么他还会去买 Prado Elza？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搞交哈一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阿邦干。Hello， 我是阿邦干。等下，阿邦干，我们直接问你，你有这样多辆车啦，你有50啦，你有70啦，然后为什么你会买多一辆 NA 的 1.5 的 Elza？ 哦，全部都不是我的车。全部都是银行的车，银行车名字不是我的车，都是银行的。所以其实对，有 X70， 有 X50， 然后这边有 Alza 买来，因为是要做 production car。production 啊，对，之前是 MyV， 之前 MyV， 然后 MyV 卖掉两个后，想来想去，其实我有两个 option 的 ，before Alza， 我是 either 我要买那个 Serena。或者是差不多是 Serena 吧，因为 Serena 的后尾可以开嘛，所以 for 我们 shooting 方便。所以不过 for Serena 太过 over budget 了过后，因为差不多买一送二嘛，也算两辆 Alza 可以买一辆 Serena 可以买两辆 Alza。所以我觉得 Alza 出来了过后，因为 before Alza 出来的时候，一个月 before 我们有试驾嘛，所以我已经驾了过后讲，这个不错了，是我们在拉邦的试驾、啊、我讲哎不错嘛，我讲哎可以吗，也是好价吗，我讲哇这里啊买一送二嘞，我讲我是买一辆 Serena 可以买两辆 Alza， 对啊，我就讲我跟我team讲Alza 可以吗，他讲 OK 咯，可以啊，没问题啊，所以得算我预算买 Alza， 其实 Alza 不是 Alza 买来是 for everyone，在公司是可以我们做 as a but the main as a production car 啦 ，but the second one 我们可以谁都可以加咯，谁要用都可以用啦，对，谁要用都可以用，对的。你看不愧是 top 的 YouTuber， 你看特地买一辆 Elza 来做 production car。我没有，如果我是 top 的话哦，我会买一辆巴士啊，我会买一辆巴士，里面有化妆哦，有 sofa 可以等一下啊，这样才刚，那个是我们的 aim 啊，所以 subscribe 多一点啦、啊、，subscribe。接下来是准 Elza 车主或者是 Elza 车主最在意的环节，我们来问一下阿邦干，他的车用了几久？哦，车用了几久啊？车的先 launching 那时候就拿车了，第一天，第一天拿车了，第一天拿车，所以算到应该两个多月啊，两个多月差不多，多少两个多月了？所以你用了两个多月，你对这辆车有什么感想？哦 ，OK， 我觉得 before 我买，我都觉得它的价钱。虽然是比旧的 Alza 贵了一万，跟差不多要两万，一万多差不多要两万。不过我觉得，like I say what you give you get， so that means 我觉得它的价钱是 OK 的，为那个 hard spec 来给你的话。So 因为 before 我都跟你讲，一个月前我们有试驾过后，我讲不错 ，and 我觉得可以用的 ，and then of course for the branding 啦，如果讲 Prado 的话。他的 record 是很好的 record， 所以我讲 OK， but overall 在这个两个月里面，我觉得 OK， that means 是 overall 是 OK 啦，因为你给70,000，你 expect 要什么车？你不可能要700,000的，对呀、啊，对吗？对呀、啊。不过你拿70,000，你拿到那个 quality， 我讲 OK 不错。问题是最重要是那个车我们要用，买了是要用吗？没有理由买了你要收着吗？所以买来就是用喽。所、so, 以你讲进 track 那辆车已经进 track 了、啊，那时候我们有进 track， go kart track 进了。我刚进了，石邦也进了，云顶也上了，去那个泰国的边界也去了，瓜勒布里也去了，哪里都去了。所以因为那个车 mainly 是 for production 嘛 ，for team 嘛 ，for team use 嘛，所以那辆车，等于我们去那里 shooting， 那辆车也是会跟着咯。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呆。你刚才讲到一个 point， 你上过云顶了、嗯，因为很多人讲哦、嗯、，Elza 1.5 NA 在七个人上云顶没有力，你有什么感想？哦、我们七个人那天我们叫 Uncle YS 来驾、啊，我讲 OK， 这个任务要给 Uncle YS， 因为 Uncle YS 你盖着他的眼睛还他也上得到，哈哈，他也上得到。所以先那天我们一二三四六，我们六个人 aircon 开着。然后 Uncle YS 加到上面，其实加到上面，如果你们看我的 video 之前，它的 CVT light、warning light 出来，哦有 warning light， 因为好像是 overheat， and then after that 那时候刚好那辆车刚刚 dinted， and then overheat 过后它就 cut off everything 哦， aircon cut off 是没有冷。So, 我们在旁边，我们的镜子全部是有 warp 吧、啊？有那个雾，有雾，我们又开不到镜子啊。But 那时候 almost 要上到了，差不多多两个 corner 就要上到了。But overall 是没有问题。After that， 我们off engine 那个东西不见了哦。哦，是它亮了这个 check light， 还是可以加，还可以加。还可以讲，它没有 loose power， 没有什么，它只好像因为它 overheat 嘛，所以所以它的 aircon 也是 cut 掉，因为 maybe 要 cooling 那个 gearbox， 因为 Uncle N 那天驾是他用
啊 ，manual 哦，我们的安哥玩驾车有点凶，对，不过安全，他的驾真的很好，他技术一流，技术没办法，他是 rally champion， 对 ，but that's why 怎样会 overheat？ 因为 maybe 玩 manual， 因为我看他二号牙、三号牙、二号牙、三号牙，那很 but 啊 ，letters 我有上去引擎，也是 full load 六个人啊，不过我用 D 啦 ，OK 啊，到上面没问题啊，没有问题，所以意思就是讲。他上山力 OK OK， 然后只要你没有像安哥维斯像车手上升的话，其实他的 CVT 是没有问题的。对，其实 OK 的，其实 is depend how 你驾车，怎样驾车。嗯，是因为最重要你要上山，你不要 lost momentum 嘛。你 lost momentum， 你要那辆车真的要吃力的，因为你 lost momentum， 所以你的驾方法你要对，你要 make sure 你的 momentum 是一样的。不会 loss， even 你上山也是不会 loss。So more about the handling or 只看你怎样驾法哦。也是好像我们在这个 in out 就是这样啊。我记得你的车是有换过 rim 是不是？对，我觉得那辆车不到一个礼拜就换 rim 了。原装是16，原装16，然后换去17，然后它什么 size？ 那个是 BCD 100，五个鲁棒 ，BCD 100五个鲁棒，然后 size 大概是好像是我忘记2155，我忘记了，它比较宽一点啊。对，比较宽一点，比较宽一点，它的 handling 就更好了。对 ，but before 换那个，因为我换在那个 King of Rim 在沙拉嘛，所以他换之前跟我讲，这个一定会动到磨到，他已经跟我讲了的。我讲 OK 没问题咯，因为胎压比较阔嘛，阔了过后看到比较漂亮一个，因为胎压之前 original 是它在那个 body 的里面嘛，这个现在 original 是跟 body 一模一样平嘛。所以那一上云顶，其实不是讲一直磨到，如果你蹲到东西，你架住蹲到东西会，就因为它中它会压，比较下一点，压一点吧，不是每次啊，对吧？是，这样子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对的。其实阿邦干的那个 L 站哦，我架过下水棒，真的是下水棒，我们一起下水棒，然后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 TikTok， 那辆车的那一个 handling 哦，我真的是很 surprise， 因为我们以前。下普罗多车就是 OK 啊 ，City Car 咯，没有 Handling 哦。对。可是 Elza 一起帮，因为它又是用 DNA 嘛，因为你用16寸啊，也是很好的，是很好的。因为我换17寸，更加稳，更加定一点。嗯，因为那时候我们跟普罗多一起去 Kota Baru 的时候，我就驾那辆车从巴当咖喱上云顶。你的 colleague 跟我同车吗？下雨啊，是吧？下雨，对。哦，对。它的轮胎好是一回事，可是那辆车真的是很抓地，你真的 feel 到这个不是一辆 MPV， 这个真的是一辆车弹，所以。这辆车真是给我 feel 到，原来 Pro 多进步那么大。对，哎，你不跟不计三家，那是实验了吗？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这个真的，这个真的。你们不信，你们自己去试驾一轮，你们就知道了。对，你要 expect， 你要买那辆车7万，你要 expect 再7万哦。你不要你驾了过后，300千的车，跟那百多千的车比，不标了，标了，不能比，比不到了。不过它在那个 segment， 在那个价钱，它真的是很好的车。对。OK， 刚才我们讲了 Elza 那么多优点啊，现在来讲一下缺点。然后缺点阿邦刚也是很懂，因为他驾了很久。哎，那辆车有什么缺点？你觉得？其实是 minor 缺点啦、，minor 缺点，因为来那个 side mirror 咯，我觉得 side mirror 它太过上了，因为我们 side mirror， 我们 normally 要 adjust side mirror， 我们不是从旁边，我们是直接手这样进去嘛。它那个 side mirror 跟那个屋顶哦。太过近了，你进我手进不到了，手指插不进去，对，手指插不到、oh, okay. 如果插也是很紧，所以那个一点缺点了。然后后尾的线，因为它的头哦比较低了嘛，它扫拨不到，对，它扫拨不到那个，它第二排我坐下去哦，它只是到我这边罢了啊，那扫拨第三排也比较惨。其实那个还是 minor 啦，其实不是很 big issue 啦，其实是 minor 哦，我觉得我 facing 的是 minor issue 吧。我觉得那个是那个一点优点 ，and then 那个东西可以 improve、哦。After that， 在那个 electric parking brake， 还对 electric parking brake， 如果要跟 X70 比，不跟 X70 来比，but 一个7万，一个大概整百千的话，那个不能比，因为 but 它的呀，难讲。我和黑马后啦哦，好过没有啦哦，其实还好啦，有就好，还有啦，还好啦，可以啦，卖向北派啦。对啦，对，其实。我飞行是 minor 宝，那个可以 improve。我自己觉得advanced spec 还有一个问题，它的 gear knob 前面没有地方放东西。对，怎样会 low spec 会有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太过浪费了，懂吗？浪费，因为它单单空啊，你放不东西，你可以旁边放包左右包，然后中间如果你 maybe 坐中间放个钱包啊，放电话放不到。对呀，那个我同意，反正是X spec 跟 Hatchback 有，对，可是 Advanced 没有 ，Advanced 是直接平的，
其实很多人也有问我，哎，怎么这个底材这样怪了？嗯，然后我就想，你问我也没有用，我又不是底材呢。因为我们maybe要开一下里面，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是，那你知道里面有金呢？啊，不懂嘞。然后之前买车的时候嘛，因为 Prodo 还没有拿到 license，嗯，所以它的 Apple CarPlay 是还不可以用的。对。那时候只有 Android 多，你去开了没有？还没有。OK， 是可以开了。那可以开了的。那天我service 一千的时候，我去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 Prodo 还没 announce 有那个 Apple CarPlay 啊。After that announce 过后，我去问那时候有那个 service center 讲Prodo 还没有 send 那个 update 的收费给他们，所以现在是有了的。But啦，有，我觉得等啊，等到一万设备才去弄啊，就是丢回去设备，现在他们就可以 unlock 了啦。对，那个东西已经是有了的 ，just 人家讲来 update 收费类似是这样 ，update 收费就有了。对，这个也是 Prodo 第一辆的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的车。对，然后他的隔壁家的还没有，隔壁家的还没有，对，还没有。隔壁家那个啊，我不懂，不懂几时有啊？我不懂几时有，哎，怎样会有吗？啊，会有吗？我觉得啊，应该。OK， 接下来最后一个环节，我们就讲 Elza 的 service。你有做过导师 service 一次咯，一万咯，哎，那个一万吧，一千咯，一千，免费啊，都。那个是一千，他只是 check 罢了吗？对，没有换东西的。对，然后其实你车现在跑了几多？现在大概有三四千吧。三四千，对，就两个来讲，三四千都其实也还好，不是？还好啦，因为那所讲那个 main use 是shooting 哦。因为那天最远呢去到 Police， 因为那时候我在哥大买车嘛，所以我们 shooting， 我们去到 Police 去吃东西，到这来的，然后 after that 去油后这样子哦，有 shooting 就有了，如果没有 shooting 的话，车就 parking 在 office 咯。哦 ，parking 在 office。啊，像拜五、拜六礼拜没有，拜六礼拜没有假，就在 office 哦。有 shooting 也是在这里，有 shooting 演的话，就下出去哦，就这样哦。嗯，所以其实也没什么用的。But 会啊，顺，因为我在盯着gear up 嘛。哦、因为我那时候我在买的时候，我你快有 gear， 要你快 gear up， 把、那时候没有 stop， 所以要等哦。所以door visor 已经到了，我door visor 买了，把 gear up 在 on the way 做咯。那个 gear up 那套 body kit 多少钱 ？body kit 大概2500。2500。其实不贵。外面卖了。外面卖那一圈啊。啊，对，是那个前面。前面跟后尾，旁边没有，旁边没有，旁边没有，后面哦，对，后尾啊，后尾那个spoiler 比较大一点，然后旁边那个skirting下面呢，这样子哦。不过我是推荐哦，如果你真的是买 Elza 哦，这个 gear up 一定要装啊，这个 gear up 漂亮，太帅了，比 my V 漂亮多。它是 Prodo 最帅的 gear up， 对，嗯，真的比 my V 帅很多。Prodo 啊，他们不会听的。But 我的建议啦，我的建议哦。Either gear up 跟 safety 哦 ，better 你去 safety 啦。如果你买 low spec 的哦，好像类似讲，如果你买 low spec 的话，如果相差一个几千块 for upgrade for better 的 spec 哦，我觉得 better 你加在那边啦。好的 spec 啦。那个 gear up 后尾来可以啦，后尾用了两三年啦。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你要再加就另外再加咯。它可以之后 optional 的啦，不是讲你买车的时候一定要的啦。对的，对的。可是如果买车的时候拿的话，是不是可以算进功能里面去？对，可以啊。哦，这样子的话。就不要考虑了，直接拿 Advanced Spec， 然后下 Gear Up， 反正算进轮里面去了，没有差到钱。我的没有啊，因为我的另外买的，有钱吗？谢谢。有钱吗？接下，没有钱借不用紧，Subscribe 一下钱了，是不是？嗯。然后其实这辆车的 service 普通 service 费用我有去研究一下的，例如讲 OK， 它的 rim 如果我原装啊，16寸一条应该也是差不多是300块里面。对呀、啊。哦，我的17寸，那我刚刚换一粒包，已经爆了一粒爆了，我不懂怎样会爆一粒爆了啊！我那天去换，因为那这条我是用Continental MC6 啊。500块左右，17寸500块，16寸的话应该是300，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我换了。然后它的 engine oil 那种换 engine oil 其实也没有很贵，我有大概研究，其实一次 service 如果你没有换其他东西的话，也是大概是200块左右啊，200块里面就对啊，因为 even 五年的话，我大概也是不会贵啊，我觉得跟 MyV 差不多啦，跟 MyV 差不多，因为其实它用的东西差不多 ，engine oil 也一样，对，那个 gearbox oil 也一样，对，不过它的没有错啊，它的那个 C 啦叫什么，那个 ring 啊叫什么？那个黑油的 ring 那种吗？哦，那个 O-ring 啊。那个不懂叫什么 O-ring 啊？那个贵一点，比 maybe 贵很多，不是一点。我那时候我有算过，好像大概是五年的 service 费用，如果是跟 Prodo 的 schedule 的话，大概是3700多。对。其实3700多对于一辆车来讲，我觉得没有很贵罢了啦。对。But everything but 他们不懂，因为他讲，哎，怎么你讲的价钱跟我价钱不一样呢？因为我们讲的价钱是应该一定要换的，但因为你去到service center，他会跟你讲，哎，你要加这个东西嘛？
欸，你要加那个肥皂水吗？啊，你要加这个那个细那个你要加黑油精吗？啊，你要加那个啊，那个叫黑油精啊，哎，黑油精啊，那个黑油精吗？那个是 option 的，你要也可以，啊，必要也可以吗？其实你可以 reject 的，你不要的话你可以 reject 的，因为很多朋友不知道，就是哦，我需要 service center， 他们叫我加什么我就加，但是如果你不要的话，你是可以 reject， 你可以不要的，嗯。好了，一下子就到影片的结尾，然后我们最后再来问一下阿邦干对这辆车有什么感想，然后他推不推荐给大家买这辆车？嗯，如果要 Apple 跟 Apple 来比，我觉得它是最耐用啦，最耐用的算spec 跟那个价钱是OK。如果因为之前 of course 在这个 segment 里面，我们有几个选择，对吗？因为 after that 它是最 latest， 它的 spec 是最好的，所以 even 它的价钱也是最便宜的。所以它是最 OK 的喽 ，for moment 啊，因为 but 对我来讲，这个是很好的竞争啊，是吧？是吧？竞争啊，是 is very good competition。因为 after that， 如果还有给，因为 as a good， 我们 customer 嘛，我们拿到最便宜跟 spec 是最好的，对对。And then 这个是healthy competition， 会给其他的 OEM， 其他的 brand。哦，他给到这样子，我也要跟。Next， 我也要跟，我是要给到这样好的，把价钱我尽量缅甸在现在的还是 maybe 便宜一点，把便宜一点是没有可能的啊，雨是下的，不会上的。是，你要给好的 spec 就可以了。对，把是对我来讲是 healthy competition 哦，啊 healthy competition， 所以在这个 industry 里面是。这个是 the beauty 咯，啊 ，but win 是在我们 customer 咯，我们拿到最好的车 ，at the same time 价钱是还好的啊，对的。它的 booking 是真的很恐怖，我听讲已经四万了，四万了哦，我不懂要等几久了。是，你不用等了，你拿到。哦，我不用拿到，因为林姐问我，怎么你会这样早拿到车？早 booking 呢？因为早 booking， 因为我讲我们一个月之前看了那辆车，我们也试了那辆车，我们已经摸了那辆车，我们已经坐了，所以那时候已经是 booking 了，所以怎样会拿到早的话？就是这样。其实每次我们讲听到消息，就是我们去试了那辆车，只是我们不可以讲罢了，所以我们就听到消息。对的。不要跟人家讲啊，不要跟人家讲。OK， 所以这辆车是不是 goodbye？ Goodbye if you have a family。如果你单身啊，我觉得不要了，买小两个啦。你有很多 option 啦，其实是因为你因为啊最重要啊，人家问要买什么，你要买什么车，还是什么按摩用？所以你要看先你那辆车刚不刚你用，你买了是要做什么，是你要懂它的 purpose。 如果你买了那辆车这样大两万一个人用，你没有用什么，我觉得很浪费，有什么 point？ 很浪费哦，真的很浪费的。所以你要知道，你一定要知道你要买那辆车 for what， 你知道 purpose 够你才买，你要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对的，不要人家哦，很多人买 Elza 你也跟着买，但是实际上你是没有用到的。对的，这样就有点浪费啊。对的。OK， 好了，今天就是我们的这个影片的内容，我们谢谢阿邦干给我们嘎胶。 Thank you Ivan， 谢谢。然后记得我们两边的 channel 都要 subscribe 一下啊。OK， 拜拜。Sorry 啊，我的话也不大好。没有啦，很好的。好了，拜拜。